在当我们在谈中国因素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特别指涉的是所谓的中共政权。好，那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，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是不是逢中必反，或者说我们碰到中国我们就反对。那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其实在中国相当多的朋友，包含说在香港，其实也认识了很多不少在从事这些公民运动的这些朋友。那我们的态度跟立场都是，我们要很清楚的区辨中共政权还有中国人民跟中国这三个概念。